大家好，我是苏菲亚。十一月份水逆又登场喽，这个月是非常适合检视问题、改善现状的时候。而双鱼座、天蝎座以及巨蟹座的朋友，在这个月生活多彩多姿，也很容易遇到老朋友，是最幸运的族群。而金牛座、处女座、摩羯座朋友呢，在这个月可以找到不错的合作伙伴，大家一起赚钱，同时也有不错的投资运。而牡羊座、狮子座跟射手座朋友，在这个月里面呢，能够平衡工作跟娱乐，同时有不错的爱情机会。而最后，双子座、天秤座以及水瓶座的朋友，在这个月里面呢，不但在工作上面能够有表现，而且也可能因此而结识很棒的合作伙伴或是感情对象。想知道更多的星座运势吗？请持续关注 LTV。